掌握华强北一手行情，不做二手韭菜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阿台。每天下午打卡华强北各大市场，帮粉丝挑选机器。下午的3点半，阿台也是准时到达市场。先过来帮一位深圳的粉丝拿一台全新的14 Pro 256G 的紫色。这台全新的机器，阿台确认好成色没有问题，最后是花了5500拿下。等一下小伙伴过来自提。下午的4点多，这位粉丝也是来到了市场。现在阿台就来帮他解锁一下联通5G。不了解卡贴机的小伙伴也可以来学习一下哦。因为是改了双卡嘛，所以现在它是读到两张卡，因为一张是我们的卡嘛，还有一张是 eSIM，还有一张就是这个白卡。这 SIM 卡无效，我们把这个卡取下来。就这儿就行。然后下面那个卡不变，我们装上卡贴。我感觉你专业搞 CK 的，没有啊 ？CK 是电信还是那个还是联通啊？电信，怎么搞啊 ？CK 便宜一点，给他跳这个卡贴程序，我们选这个装的多一点，对着 eSIM 解锁，这个运营商 XF 的，选 XF 接受，然后等它自动来信号。你现在是家打电话上网就好，1000010，10010是吧？你好，欢迎致电中国联通。打电话的时候我们正常上网，普通话服务，请按一。For English service, please click two. 广东话服务，请按三。那电话挂了。小伙伴们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QPE 的卡贴解锁还是比较快的，基本上是1分钟就搞定了。帮这个粉丝搞定好之后，阿台也要继续忙了。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